marinated food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Taiwan. With every ingredient you can imagine, it's a super popular type of meal among the locals. Strangely though, it's not notable with the tourists. Lu wei, or marinated slash braised food, is usually hot boiled. This one is the cold smoked cymbeline that's bursting with extra aromatic goodness. Wang 小姐，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板，她做的这家很独特的小吃是熏过的卤味，是吗？ 是怎么回事？这个？它是用中药卤过之后，然后再用糖烟熏，而且我们的糖很特别，我们用的是红糖、黑糖跟冰糖，然后用我们独家的比例去熏出来，这样它会有香味，而且像冰糖会让它看起来比较亮、比较漂亮。呱呱呱呱！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鸭头哦，是真的鸭头，是用来吃的鸭头，卤鸭头。这个真的是有人吃吗？我想问。有，而且台湾人非常爱吃，尤其它可以拿来配啤酒，非常好吃。是哦。是。哎，看上去真的是很惊愕的东西。哎，这是外国人应该是用来买来拍照的吧？是，他们会用非常惊讶的表情看着它，然后买来兴奋的拍照，或者是玩大冒险输的人可以吃。可以吃它。鸡的鸡冠，对，吃起来是 QQ 的，然后是有很丰富的胶原蛋白。哦呦，那是不是对我们女生皮肤也很好？是，所以我们台湾也很爱吃它。